蔡英文啊。因为他怕我们玩太好，因为今年呢，之前也听说啊，今年呢在大陆呢，每年呢都有这种跑跑卡丁车这种 K1 的赛事。那今年呢，他们在年初的时候呢，他们曾经呢邀请了我们橘子熊队的选手去参加比赛，参加这个表演赛，他们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。那听说今年呢，在12月的时候呢，他们的 K1 总决赛还是呢会邀请了橘子熊队呢去跟他们参加比赛哦。那届时大家呢也可以呢准时呢锁定呢我们的直播频道。那由于呢上一次呢我们线路呢不够稳定哦，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呢橘子熊队呢到大陆参加这个 K1 赛事呢转播呢没有转播得很好，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干嘛跟我干嘛说抱歉？又不是我主播的。应该是上一个主播跟大家说抱歉，是呗，哈哈哈哈，太下流的主播了，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笑了，应该说也不是他，所以出问题的人都没有来，我们现在都可以随便乱说话了，太好了。但是呢，如果呢今年呢我们橘子熊队呢再去参加了我们 K1 的表演赛，我们将会有最坚强的团队，是不是有试验我加上小 Lucy 还有我们隔壁的这位帅哥的工程人员，还有呢我们放电的鸟头哥会来为大家服务，吉祥的鸟头哥。好，现在比赛进行到哪里了？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圈了，我们看到有一颗水球已经一次炸死了三个人，这样后面等一秒了，这家伙也回来了，樱桃被吃了。那恭喜第一回合呢，就是由我们德高望重、年纪大的台湾大学啊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。青年国中加油咯！陈逸如，你在拜拜什么？你该不会要去看嘉禾万事兴吧？哦，不是，你姐姐要玩哦，你姐姐要比赛哦，你姐姐该不会就是樱桃吧？林呆妹，林呆妹也上线了。我是看我家人看台跟着看蔡新伦是不是？所以你们家人有在看哦？哦，太好了！你们家人真是一个明智的抉择，在每个礼拜三晚上收看呢我们神虾米啊，够狼的生城镇环道这一张赛道，现在突然变热门了。城镇环道难易度一颗星，赛道全长没有几公里，哦，蔡新伦，你与帅哥有小，哎、哦，早说没。为什么城镇环道这张赛道突然夯了起来呢？其实这张赛道呢，之所以会夯呢，是从呢之前呢我们在进行的团体道具赛当中呢，有一个相当知名的车队叫做选我选我车队，那时候呢选了这一张之后呢，哎，返回一城之后呢，大家现在开始呢在追成绩的时候都会用城镇环道这一张赛道了。这平常呢在人气随机当中呢一辈子都不会出现的城镇环道，想不到呢现在在呢我们团体道具赛当中呢竟然变得如此热门啊。有没有路人队可以进房？我们看一下时间好不好？等下时间来得及的话，我开房跟你们打一场。只要能够赢我的人，就送志愿的签名照一张，如何？结果没有人要进来比赛，就糗了。
哇，这时候呢，在城镇环道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由我们青年国中呢所选择的这张的城镇环道，似乎呢没有收到什么效果，因为小猪跟天虹还是回来了。2-0，李明儒，哇 ！DN 车队想不到道具组也还蛮强的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我们第三张赛道。青年国中同学要选择哪一张呢？迅雷永久，刘云轩怎么样？你要买是吗？志燕可以吗？迅雷永久，我有啊，你要吗？哇塞 ，DN 小猪还说您过奖了，谢谢赞美。城镇运河，赢得人送一台车。赢得人送一台车，你们觉得有可能吗？有机会的话，我下次拿到呢很多车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送给大家的。送给大家呢，小黑爵日期一天。好，来看看呢，我们银狼换有没有机会在城镇运河的这张赛道当中呢，可以呢扳回一城哦，否则呢就要被呢我们台湾大学第一小猪所率领的车队呢直落山了。樱桃加油！好，目前樱桃在第一。好，谁要超车？樱桃就刚刚就放出飞碟了，不错。哇，这一颗水球痛啊！还好准备车追了上来。怎么压制炸弹？不知道炸到谁，反正这时候呢，准掉了下去了。车祸在一边做掩护，对，果然没有错，跟我猜的一样，车祸果然手上是有一颗飞弹的哦，就在等着其他队上来准备打他。第三圈，小猪要回来喽。那我们就恭喜呢，由我们 DN 车队呢所组成的台湾大学直落山拿下呢我们总决赛的优胜，恭喜呢我们台湾大学将晋级呢我们最后的总决赛，也请呢大家稍候一下啊。那等一下呢要进行，哇，这一场的比赛呢应该呢就会好看哦。是由我们云林科技大学要对上的是我们巴哈卡丁车学院。